讲哦，咱真了多好，拄啊伫迄时间点有人扛炸弹。刚刚是过天发现我甲阿姐计划，条哥又叫人去安尼做。其实我一到的时阵，我就拄着工作人员伫个疏散人群，互看出来，根本就无清楚状况。对我来讲，上重要的是，咱大家拢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嘛是啦，虽然讲我甲阿邦今日无完成任务，但毋过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嘛无互郭建兴发现，算好运啊。啊？所以恁拄则去遐是要找郭建兴？恁找有啥物代志？恐怕这代志无这么简单啊！会当让郭建兴去冒着犯罪危险安尼做，这背后的利益一定是足大才对。利益足大？嗯。敢讲你有发现什么代志？目前阁无发现什么代志，不过相信只要找出无我这个中间人是谁，就能得到答案啊！这次代志害阮伯父损失这么侪钱。我可以为安尼受伤啊！你是讲郭建兴的养子何姓杰为了要查出伊犯罪证据，才要找出甲伊合作的人是？嗯，但是就是安尼无唔对。拄好沈医师甲阿姐因是育幼院的朋友，伊这个人佫真有正义感，所以才甲伊斗相共。什么正义感？因正要抓的总教练就是我。老因知影，甲咱抓走真正目的是为了沈先生伊弟弟，搞成这代志啊！愈闹愈大，甚至无法度收束。郭建兴这个人啊，未输一条毒蛇嘞。若叫我教着啊，伊就袂安尼简单就放开啊。你该做了断哦，无安尼简单。啊，不过一个人哦，会当利用。弟弟，你意思是讲，你毋是甲沈新言沈医师？Everything I know， 我会当答应你，继续甲伊保持朋友关系。阿姆哥，你嘛会答应我，随时甲报告你那边状况。弟弟，安尼是叫我，安尼是叫我厝边朋友，万一陈信也知影我是来干。阿哥，只要你甲说伊，伊哪会知影？还是你有法让人知影讲？甲郭建兴合作的人是我，你家己做选择。弟弟，阿哥，你若晓的意思哦，你若伊给我这上新的资料，我就当作什么都无看过。你就当啊自由自在去追求你喜欢的人。好嘞，好吧。